原来猴哥才是理想型男友，就算自己再着急也会给女生留时间打扮。哎，菩萨，我索性再等会儿。怎么了？好歹您把衣服换了。对待女孩子的态度更是有礼貌。八戒，你听我说，见了小的要叫姑娘，见了老的要叫奶奶。在你生病的时候，猴哥也会守在你身边，寸步不离，更是看不得你受一点委屈。和你闹矛盾了，也会先反思自己。我走，我走就是了。西天路上，多多保重。看到女孩轻生，会及时救下，然后换上大姐姐耐心开导。这样养的猴哥，这是什么绝世大暖男啊？